台上还留下了五盏灯，接下来进入到曹文举今天的第二环节，天生我有才。但是说一下，作为观众的感受啊，就利用了大量的工作，就是时间去工作了。感觉专业上，这个曲子配这个，我觉得没有编导特别好。从编排上来讲，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今天想来找的这个岗位不是偏向于舞蹈类的，所以说对这个环节就是也没有过于精心的去设计。对，但是有一点，这个倒是能那个把之前的可能能解决，就是他应该是不是来秀的，因为他自己确实也没准备好，也没觉他自己也没觉得自己这块儿解决了，这个倒是把这个我这个疑惑解决了，所以工作实习这事儿可聊了，好吧？因为今天求职方向和这个不是舞蹈的方向，所以说确实存在问题。但是从舞蹈的动作质量和教学能力，以及就是对基本功的一个掌握，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